可以了，等一下我再拆一点，我再拆一点。看我的范围好吗？那个机器要拆的，那个就在长了，它长不了，这个我就直接拆了。对。 没关系，你实木也行，斜板也行，或者就是木是吧？还是集装箱里面？嗯，集装箱也没关系，你不管是木头的还是……我下面我去放东西，下面放东西，就直接放东西。不，我就解决了机器放在箱箱里面的啊，防锈钢放了，保鲜膜一弹，然后我又铁丝给它固定。那这么不行？就铁丝拉在下面拉脚，下面拉上面。 在那个带，我发货的照片，我就到这里。